阿姨，你知道袁世凯有多少兵力吗？多少？他的北洋军有14个镇，18个混成协，4个标，1个禁卫军，遍布全国各地上百万之众。我们只能委曲求全了。这袁世凯，其实早就已经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他的盘中餐。是啊，我相信，如果我们有能和袁世凯抗衡的革命武装，孙先生也是绝对不会妥协的。所以周先生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真正革命力量，我们就会成功。怎么，阿姨，我突然间觉得你好像长大了。那个金先生竟然还来向我们示好，表示既往不咎，送了明天晚宴的请柬。你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去呗。哼，就算那个金先生有阴谋，老子能怕他呀？你们现在说这些还重要吗？皇帝都逊位了。真没想到啊，这一天真的来了。那我们还回京城吗？哎，爷呢？从德齐王爷那儿回来，就一直在房间里，没出来。可丽玲这事也了了，咱们是不是就该回去了？不行，杨真那小子我还没逮着，我要留下来帮阿姨抓到他。找什么呀？皇上都逊位了。行了，都别争了，是走是留，爷定会给我们拿个主意。余初，我哥在上面干嘛呢？半天没动静。不是，那德齐到底跟他说什么了？我去看看。我让你进来了吗？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们？真以为我看不出来？崇立明，你能不能别把所有的事情都藏在心里啊？把门关上。说吧。我接到了一个新的燕世蕃密令。燕世蕃密令？从京城来的密令。密令上都说了什么？这是一道诛杀令。这个时候还有诛杀令？杀谁？德齐。现在皇上也已经逊位了，此时这样的栽赃根本没有人会信的。信不信重要吗？我现在相信朝廷对袁世凯已经放弃了，他们要的只是一个重开战端的借口而已。怎么了，先生？晴儿，明天理查饭店有一个清政府的送别酒会，我不去了，你代表我出席。是，先生。
您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？难道朝廷真的要走这一步？密令，您已经看到了，违者格杀勿论。我一直有个疑问要问你，您跟朝廷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一条船上了，我不妨告诉你。 折玉王爷和摄政王对崇黎明他们心生怀疑，而我则是可以让他们心安的人。国家现在好不容易有希望了，我不能让这份希望毁在我们的手里。雨初，如果不执行密令，怎么向朝廷交代？还交代个什么呀？我们环游世界去。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我也没跟你开玩笑。你说我当年为什么要重组燕世蕃呢？ 因为这个组织如今已经沦为了一个不问对错的杀戮机器。那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地看着大清两百多年的基业就这么亡了吗？你能不能答应我不要再纠结这件事情了？听我的安排好吗？之后的事情我都想好了。 我们去坐大游轮环游世界，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，想待多久都可以。不去。难道你还想待在京城吗？闷不闷？京城我待惯了，挺好。外面的世界更好。外面的世界不是我的。 谢谢。明天的送别酒会就在这里举行，你们就借机行事吧。到时候会有洋人代表出席，我也会派花九卿代表青帮出席。必要的话，都可以陪葬。你怎么会知道燕世蕃的密令？我也有。 折玉王爷的密令，王爷还让我带话给你呢。
舅舅让你带话给我。王爷说，这次验尸班要是完成任务，那就是力挽大清与狂澜之中的功臣。如果验尸班有人有意违抗密令，你也必须执行。要是这次任务无人完成的话，崇利明他们回京城也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死。我姐呢？哥一个人送你还不够。哥，过些日子我们会北上找袁世凯讨论国事，到时候我去找你们。但愿吧。你知道马毅，哥最近一直在想你说过的燕世蕃的意义。你说燕世蕃就是吊唁逝去的王朝，吊唁逝去的时代，让你说对了。哥，你说得很对，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。哥，其实有些话我还是想跟你说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这么多年了，你带着燕世蕃想为这个国家做的，想改变的，其实都跟我们一样，我们都希望这个国家能强盛，民族能强盛。经历上海这一切，我更发现，其实你跟我们是一样的人。如今皇上没了，皇城也死了，那个地方不该是你永远的禁锢。我知道，未来是你们的，时代也是你们的，未来是属于我们的。进来。一会儿的送行酒会，您准备好了吗？啊，知道了，我待会儿就下去。那我就不打扰您了。
谢谢。姐，你干嘛去啊？爷不是说酒会我们不参加吗？你们可以不用去，这场酒会我必须得去。他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感觉怪怪的。王爷，从始至终我都站在你这边，可事情发展到这个局面，我也是始料未及。我做梦都没想到毕国竟然选择了共和，我这未来也不知道何去何从。莱恩先生，我理解，我理解。你什么时候回北京？很快，我留在这儿已经没有意义了。王爷，这个问题我觉得语出，怎么是你一个人？程立明呢？我们没在一起。他不会不来酒会了吧？可惜了，我还想跟他道个别呢。你今天穿得很漂亮。谢谢。服务生，你好，小姐，一起喝一杯吧。玛丽，我们之间还没有到可以一起喝酒的关系吧？再过几天我就回国了，这次来是想和你们道个别。你要回国？嗯。你真的打算舍弃这儿的一切？再不回去也不行啊，我爸爸已经开始指责我了。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委屈的，你们犯了错自然要承担责任。对不起于初，我之前派人绑架过你，伤害过你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玛丽小姐，那边有人想认识你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失陪了。知道啊，宋安阿姨就这样了。爷，你没事吧？你们都收拾好了吗？雨初呢？爷，你不知道啊，雨初去参加酒会了。酒会？他自己吗？对对啊，什么时候？走了有一会儿了，怎么了爷？糟了，哎，那
京城也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死。程黎明，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做，大家都会死，你也会死。没有人会死，你别操心了，行不行？可这就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你管他干什么？大不了我们不回去了。不回去？那我们能去哪儿呢？能去哪儿？天大地大，去哪儿不行？天大地大，可哪里才是我们的家呢？崇黎明，大清国没了，我们的家也就没了。有你在的地方，哪儿都是家。在这个乱世中，我也需要一个家。所有人都说我崇黎明万花丛中过，能采八千朵，但是唯一能走进我内心的那个人只有你。之前你被大乔打伤了，我真的怕了，我怕失去你，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宁愿自己死，都不希望你有事。我们不干了，走吧。你忘了吗？你那么爱大海，我答应过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海水能流到的地方，我一定都会带你去。我真的累了，我以前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可结果呢？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得到。今后的路，我陪你走完。我们安安静静的把这一生过完。
从今儿开始，咱们是不是都得改口叫嫂子了？嫂子，嫂子好。别瞎说话，吃你的橘子吧。没想到今天的酒会倒是成全了你们二位。花九卿，这段时间在上海，也承蒙你的照顾。日后若去京城，有需要帮助的地方，尽管来找我们。京城，我怕是不会再去了。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再见。这杯薄酒，就当是为二位贺喜了。来，来。这么热闹啊！来喝一杯喜酒吗？喜酒。我刚刚向雨初求婚，她答应嫁给我。你们准备在哪儿举办婚礼？回京城吗？还不知道呢。我看，你们还不如留在上海，这里的舞台更宽阔些。过几天我就回英国了。你们揭露了可丽林，太和洋行被迫关闭，我留在这里也没有任何意义。这里毕竟不是我的祖国。玛丽，我希望你能够记得，虽然你的养父是英国人，可是你的血液里始终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，中国才是你的祖国。祖国，可这里给我带来的都是痛苦和伤害。算了，说这些你们也不会懂的，也没有必要懂。再见了，詹姆斯。再见。一起跳支舞吧。去地下室做什么？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，去看看。
没错吧？数着呢。弄好了吗？哎，快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你先回去通知大家，我留在这儿，防止再有人来引爆。好了，快去。你小心。杨真，是你？这些都是你不知道。你们不做，我来做。杨玉初啊。原来你也背叛了朝廷，我今天来就是以燕世蕃之名送你们上路的。你说什么？因为我代表燕世蕃。你觉得你有那个本事吗？你以为你还是燕世蕃的藩主呢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连个屁都不是。现在连个屁都不是。我代表燕世蕃，我才是新藩主。我为什么会回来找你？回到燕世蕃，是因为哲玉王爷早就不相信你，他命令我回到你的身边，让我监视你的一举一动。哲玉，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。不会，哲玉王爷果然没有看错，你早就被崇立明给影响了。你们都是朝廷的叛徒，与革命党暗中勾结。我今天来就是代表燕世蕃替朝廷清理叛徒。你代表燕世蕃清理叛徒，我今天必定要你的命！给我上！
你怎么睡着了？我是崇一鸣，你不是答应要嫁给我的吗？一说，你能不能醒来？别丢下我！你醒醒！我知道你在装睡。